算你倒霉。哎，群长，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克你的烂饭呢！打！不要打！不要打呀！不是啊，你老爸被赶走了。啊！哈哈！哎呦，人！哎呀，舒服，还舒服，还舒服。罗密欧的话，那就太正点了。那很简单呀，就让我来帮你吧。那你们看见了，得罪我的人，一秒钟都不敢多留。